魔星少女的朋友，你们好啊！今天是我们让我看看你的实力第二集。第一集呢，这个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衔接这个主题。好了，那么废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狂人的角色好了。没有看就疯狂的跑进来做什么呢？先来看一下哈，我这个钻心的角色有这个法师赵云，还有肉盾，还有这个玉夏，快要变成钻石一颗星了。还有这一只也算是法师，还有这个咻咻咻咻咻，还有这个连接的，哎不对不对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法师，这个是连接的，还有补血的周瑜，补血的，然后有一些是很特别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比较难抽，诸葛孔明，啊洛瑞斯，飞野元爱，这个在另外一个卡池可以抽到 ，OK， 那我们又在晃神了，不好意思哦，现在要准备进行对打了。由于这个主题呢就是打架的主题，所以我们125万，我们今天找个强劲的对手吧。目前是没有，太强了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支持。哎，这个是我的朋友呢，那我跟他打一下，55万，那我们这边派上五个，还有赵云也是钻石的，开始了，战斗开始。首先我们先被攻击了，来了连接先放一个，然后赵云戳一下，哇哟，你派这个冷门的角色啊，那个角色也是特别的厉害，想不到你这么会玩这个游戏。 OK， 这个阵容的话他也挂了一个法师，我们这边给他扣血扣的很多，这个法师技能真的是有点夸张了。目前呢这一波是扛起来了，完全是没有问题，最后一只了，小狐狸给你点一下，他也点一下，他的是8000伤害还没有起来，战斗获胜。 OK， 那我们进行下一场对决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，79万，哇，我们这个竞技场可能平常没有刷起来是吧，所以目前的话对手只有这些，先往上爬。第二场战斗又开始了，这个队友一手也是很厉害，最后面放了一只小恶魔，不过更强的那只飞龙呢，狂人还没有抽到，人可以变成一只飞龙啊，非常强。但我们目前是还没有抽到，你们有抽到吗？那个很难抽哎，我好像剩2只角色没有抽到，那个就是其中一只。OK， 这个肉盾看起来还可以，挨了我们一击还没有倒，不过入侵后排了，也就宣布战斗要结束了。战斗就战斗，说战斗。对吧，这个中国大陆人都喜欢说是战斗，那我们是台湾的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下一场，诶他怎么卡住了，来了83万，哇，你们是到底是打了多少啊，怎么都没有对手啊，太扯了吧。那我们打积分最高的凤凰，这个对手的阵容呢跟我们有点相似，就是前面挂着一只肉盾，我们是赵云，他这边则是挂着另外一只三个字的，是不是忘记名字了？哦，这个肉盾在初期呢也是蛮好用的，跟胖胖的那只有点类似，胖胖的像一团球的一样，有点类似。目前这个既没有越战，也没有能够打到一样战力的对手，比较可惜了。哎呀，补师，他的补师没有补起来，血条还是变少了。不过他前面肉盾练的是非常好，哦，我看到肉盾练的非常好。这个法师的练度也是有的，这两只练得还蛮好的，打关卡这两只组在一起就非常棒了。好了，53米，再往前吧，60万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对啊，怎么对手都还没有起来啊，对不对，我们这个竞技场的名次不是太高，你们看到那个270几万，为什么人家在第一名，对不对，那战力是那么高，200多万呢，我们都还没有对上，在新手区这样子，嗨呀喂，嗨呀喂，每天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以为自己很强，然后开了这个单元，嗨呀喂，嗨呀喂，这水深火热的游戏，没有往上爬，在打这些，哎呀喂，哎呀喂，以为自己很强啊。好了，这个对手真的是变强了，绝技也发出来了，不过我们目前血条的话还是超过了7%以上。哇，他后面的爆炸了，那么也宣布这一场赛果又要再次结束了。哎，小狐狸，8200的伤害，
洛顿倒是很硬，每个玩家的洛顿都是很硬。我们到了39名的高手，是不是应该也要出现了呢？79万，所以由此可见一个现象，哦，80几万，那前面的30名左右，30几名，大概都是80万、90万、70万的一个选手。那么你要爬到这个20几名呢，可能就要到100万，啊，甚至10几名的话，你就要到100多万了。这边放了上一期的角色，会自己丢箱子的。角色名字的话，可能稍微有点忘记了，这个记忆力不是很好。不过大致上游戏的东西我们看一遍，都还是记得起来。他放在前排嘛，是吧？前面这个放箱子的，想不到练得那么好，我们还没有脱掉他。这一波过去，有一只已经倒了，他还有场上剩下最后的4只，这只也要倒了，剩下最后的3只，剩下最后的2只，狐狸点一下。那么这2只的话，可能还要再挨一点时间，还没有倒。最后一只，本场战斗要宣布赛果了。赵云暂时获胜了，37名，怎么爬得那么慢呢？你们前面是打成怎么样子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139万、127万，我们先打127万。你看一下狂人的队形嘛，当遇到同样战力的对手，说有多狂就有多狂。不过对手怎么放上一个角色我没有看过的，右下角那一只也是法师，这个金球的颜色有点像是格斗天王的雅典娜。哦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是吧？连通了是不是 ？OK， 搓一下，这血还是有的。这边也在搓一下，血条暂时都还够。我们这边目前还没有危险，有危险的讯号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目前是还没有，就说明这一场获胜了。这前面呢，你只要给人家血条扣了超过2/3以上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再打回来的空间了。当角色有爆掉的时候，那就更明朗了。目前还是5个在场上，对面的话剩下最后3个，不过这有点危险了。法师的伤害没有打出来，这一次在打洛顿还是没有足够的伤害，每秒扣的血还不够多，我们再补了一下血。最终狂人稍微越战一点点，越战的姿态抵达了30名。好了，越来越刺激了，第二集就打成这个样子，104万，刷新一下，269万啊，那个后面再看好了。我们先挺战这个139万，125名啊，不对，我是125万，有没有信心把这个对手给拿下来？我想我们是信心十足。 OK， 把洛顿摆过来，把洛顿摆过来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吧，赵云对他的洛顿吧，没有害怕的。我们是赵云是伺服器里面等级算是有一点高，因为这狂人专属在练的，我们凑到很多赵云嘛，所以这个等级是飘的比较高了。很多人的赵云暂时也下场了，赵云在场上也是很讨厌。你不要看他血条那么少，这个可以耗很多时间啊，他可以耗对方很多时间卡在那里。不过这一波我们可能要输了，因为对手打得有点痛了。哇，不愧是130万的大佬，是吧？这实力让我们看一下，看出来结果了，我们要赶快开溜了，这个是没有办法了，好厉害啊！哇，这个130几万的，我敢说他可以打掉150万的。他这个是所谓的，就是说战力是这样子，实力是在战力的之上。哎呦，原来这个拿盾牌的这么强啊，这护盾这么厉害啊！好了，那我们进行今天最后一场战斗，120万这个打过了没有呢？好像是没有打过，看一下阵容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个是大同小异的阵容，也是赵云啊，不然就打这个吧。哇，跳掉了，那我们打这个137万的。好嘞，就这样子啦，战斗开始。我们改变了一下阵容，因为呢刚刚吃到苦头了嘛，这次认真玩了，把位置对一下，后面的法师偷打，像这样的一个金刚阵容能不能打赢呢？2个肉盾摆在前面，告诉你，我们就站在这里，是吧？这边法师偷放了一下，这一次有没有暴击？没有暴。没有爆，损失惨重啊！他有没有爆呢？他也没有爆。不过我们有点痛。他这边的话，哇哇哇，那个两边都在扣血啊，我们看不清楚。目前实力的比起来的话，他稍微略胜一筹。他只有扣了1/5、1/6的血条，我们已经扣了1/3、2/3了，可能快输了，有一只剩一半血了。他有一只也剩下一半血，还是有点刺激。不过洛顿的血条他还是稍微的领先我们，我们好像是不行啦，我们这个是不行啦。
这个节奏是不行了，趴下来再补个血晚了，可能阵容之后要做调配，怎么可能啊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子。没关系，下一期我们拍照我们的御下，看能不能扳回一城。这个角色果然是很能变身的恶魔，战斗再次失败了。哎呦，我们这个游戏玩的真差，要看别人实力怎么样，不敢看了是吧。好了，魔形少女的朋友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，我是狂人哦，祝福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大家拜拜。